哎，过来！这不能吃啊！为什么？他们是东瀛人。我饿呀。那你有钱吗？我没有钱。没钱？他们有啊。如果他们帮我把账结了，就饶他们不死啊！让他们帮你结账。 你敢杀我们东瀛人，你要少说一句话，还可以多活一会儿。嘿，兄弟，天幕要落。 小二，够不够？饭钱。大侠，你真是为我们除了大害呀，大侠！大侠，你太厉害了，请问大侠尊姓大名？阿狗。大侠叫阿狗，阿狗大侠带着我一起杀倭寇行吗？ 对，我也要找倭寇，我也去。对不起大家，我还有事儿，打扰了。大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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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这也就剑，给这么一把剑加个剑柄啊！哎，剑，兄弟，你那把剑太寒碜了，我给你做把新的，只收你啊一把剑柄的钱，怎么样？我就想加一个剑柄。哎，我这哪一把都比你那把剑强。我对这把剑发过誓。 天上有人在看着我，看着我能用这把剑杀多少倭寇。行，兄弟，这把剑我给你做。 Oh!
英雄，道英雄，到底谁是大英雄？荡寇沙窝浩气现，朗朗乾坤见真容。好！哎，客官，哎，接着讲，接着讲。哎，这事儿啊，绝对是我当时啊亲眼所见，就在码头上，有七八个倭寇啊，正准备抢钱杀人，突然出现一位大侠，抽出剑来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咔咔咔咔咔！你猜怎么着？全给杀光了啊！真的假的呀？哎，那位大侠他叫什么呀？他叫……哎，就这叫什么？嘿，兄弟，你去了哪里？你是谁？谁会为你挡风遮雨？上天入地也。八狗，这个剑侠阿狗啊，剑法那是出神入化。对啊，十多个武艺高强的倭寇，在他面前那就是靶子。没错，我跟你说啊，阿狗就拎着那把剑过去，把那些倭寇啊一个一个杀得跟切菜一样，杀得屁滚尿流，这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些倭寇，他们看见阿狗就跟老鼠看见猫一样。啥老鼠看见猫？就像猫看见大狼狗嘛。嘿，兄弟，天无要落雨。嘿，兄弟，你去哪里？谁会为你挡风遮雨？上天入地也要找到你。什么阿猫阿狗，不过是那些汉人瞎编乱造的。就这人，我看也不是什么高手。就算他是帮阿狗剑客，他只是一个人。咱们有六个人呢。我就不信他打得过我们。六干掉他。还得再练。我们是兄弟，一样的骨血。有人胆敢伤害你，和他拼到底。一身衣衫破破烂烂，一把残剑是锈迹斑斑，话语寥寥却掷地有声，貌不惊人却英气必现。好！
哎，你们倭寇也没钱啊！啊！他杀死了你五名手下。是，我当时有六名手下和他交战，但只剩下一个。以我对手下武功的了解，他能在瞬间杀死五人，可见功夫会很高，非常高。 你最近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字？谁？阿狗。这个人最近倒经常听说，不过我觉得传闻中太夸张，人云亦云，功夫肯定没那么高。那你听说的阿狗是什么样子？其一是，用一把很破的剑；其二，胡子拉碴，衣衫褴褛；其三是。 善于以寡敌众，其次话很少，而且一旦见面就动手，一动手必分胜负。你不觉得杀死你手下的很像是这个阿狗吗？这么说，还真有点像。 以前这些传闻我也不信。如果杀死你手下的真是这个阿狗，唉，那还真不好办了。带我见见你手下。哎，客官慢走啊！哎，您请。客官慢走啊！ 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走了一夜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去泉州。我不去泉州，我要跟你一起去杀倭寇。你不怕死，我也不怕。我走得慢，我可以不吃饭、不睡觉，我不会扯你后腿。海中央，带我去。手握着冰凉。 思念你的过往，带我穿越着汪洋。海中央，你在寂寞惆怅，想再回到你身旁，像从前一样。我的歌声，是你回望的目光。冰凉的海水。 沉的是你的模样。我困在我的海中央，再回不到那段时光。你关上你的那扇窗，连背影都不出遥望。是大仗吗？是，一场硬仗。难打吗？ 难，那你会赢吗？我一定会赢。你一定会赢的。可是我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一定会好好的回来。 回到你的身边。好，我等你。我等你回来。你在寂寞情长，像从前一样回到你身边。 吃完再杀吧，杀完再吃。
会很快。现在这么厉害，一剑就能杀死四个倭寇。我用的是师父教我的第三式涅槃往生，我是不是非常厉害？一招可以出几十剑，而我只能出五六剑，还差得很远。阿古大侠，这个送给你吃，这是我们最好的饼。阿古大侠能来我这个铺子吃饭，那是我的福气啊！吃点就吃点。大侠，您刚刚一路杀死四个倭寇，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们成天都盼着能见到你，今天算是开眼了。是啊，大侠，我会武功，带我去杀倭寇吧。我六岁就开始练功了。阿狗大侠，我也懂功夫，带上我吧。带上我吧，大侠，带上我吧，大侠，带上我吧，带上我吧，带上我吧，大侠，带上我吧，我也能杀倭寇。不用饶了。哎，这个不要钱的。这儿啊，好贵的。这里舒服吧？是。你这身衣服是不是该换一换了？太破了。穿着舒服。要上房。最近这个阿狗的传闻是越来越多呀。我有一个熟悉的朋友，在池江元手下也是忍者，而且功夫很高。上个月也死在了阿狗的剑下。据说，他当时一行有十余人，都被这个阿狗尽数斩杀。你这个朋友的武功，跟你比如何？不相上下。那这阿狗的功夫得高到什么境界？你怎么看？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功夫，但是听最近的传闻来说，他用的是剑法，所以不是少林功夫。对，少林功夫只有一路达摩剑法，但是达摩剑法没有这么厉害啊。如果他师出少林，肯定会跟林长浩在一起，或者是在僧兵团和乡勇团当中，绝不会独自一人出没。可是当今世上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高手啊。最近的传闻中说他还带着一个女人，是个瘸子。我总有一种感觉，这个阿狗就是林展翔。怎么会是他呢？不会，林展翔的功夫我们都见过，别说是高手了，连好都算不上。这林展翔的剑法根本就不是长野君的对手，怎么可能杀得了这么多人呢？我也知道，可我总有这种感觉。
因为林展祥必定是我大哥，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而且他身边那个瘸腿女人，你们觉得像是谁？几个人呢？没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看着我。八个，我控是吗？是吗？又杀了几个？他昨天好像来过咱们这儿。哎，没错没错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，人家阿狗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，不是一个人了。那当然，还带着个女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听我的，准没错。哎，听说那不是他妹妹，那谁？那谁呀？那是他相好的，是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个像阿狗这样厉害的剑客。他的相好的怎么会是个瘸子呢？哎，对对对，说有道理啊，是不对。那你告诉我，那姑娘长得什么样啊？是啊，哎，听说长得，哦，都瘸了，阿狗还带着，那一定是长得错不了啊。哎，这阿狗武功高到什么地步啊？高呀，可高，反正就是连手都不用出就是高啊。这样这么厉害，阿狗武功确实高啊，确实高。嗯，哎呀，知道吗？阿狗身边那瘸姑娘，其实可不简单了，是吗？怎么可不简单了？怎么不简单？那姑娘，其实是比阿狗武功还高的高手，真的？是吗？那还有假吗？哥哥，当然是真的。水来了。据说啊，阿狗的剑法都是这瘸姑娘教出来的。哦，他到底是什么来路啊？这么厉害？高手来了，反正是高手，绝顶的高手。嗯，绝顶的高手。嗯。写什么呢？记数。记什么？我在记，从我们俩一起上路以后，你杀了多少个倭寇？多少个？到今天为止是26个。26个。哎，之前你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杀了多少个？你还记不记得？你说呀，还记不记得了？记得。多少个？不记得了。没事，以后我帮你记着。
越来越快了。还不够快。金枝姐，我四下看过了，没有人看着咱们，要不然咱们……静儿，已经很晚了，早点回去睡吧。倭寇都在往新化赶，说是啊要打一场仗。哎，据说三支图田的部队马上就要经过咱们这里了，那咱这会不会遭殃啊？哎，应该不会。他们呢是要打新化，哪有功夫来咱们这小地方啊？哎，那可不一定。他们一路向南，是吧？途经之那领兵的是谁啊？我听说这次领兵的人叫直江元。是他呀，直江元，那可厉害了，带那么多人。哎呀，老百姓又要遭殃了，也不知道谁能挡得住他呀。
事情了，哎，在城墙上挂了一颗人头，人头，有人认了出来，那是倭寇的大将直江元，现在大家都要去看看呢，你也一块去吧。哎，快点快点呀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走，快点快点，去晚了又看不见了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快走，哎，走走走，快看看快看，快去看看，杀了一个倭寇，是大将的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。这么早啊，林展相，你去哪儿了？买早点啊。栗饼，我煎的。你就是不听我的话是吗？那直江元是该你杀的吗？我怎么就不能杀呢？
那应该是林展浩的。是林展浩的，可我们俩是兄弟，谁傻不一样？阿狗，不杀他我难受。真的是我炸的，还热着呢，啊，吃吧。倭寇大军南下，部众之多，可谓是头边断流。那直江元自以为是无人可敌，一路是傲慢骄横，不料却遇到了杀倭寇从不手下留情的剑客阿狗。话说这阿狗隐身于一棵大树之上，此树可是倭寇大军行进途中必经之树。好英雄在树上以树果为食，露水为饮，隐藏了三天三夜。待直江元行军走到了下，你们猜怎么着？突然间从天而降，拔剑而出，一剑毙命。我真的不是贸然行事，不到二更我就到了山谷。我先观察了周围的地形，我计算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从倭寇出现到我刺杀直江元的距离，还有我得手后撤退的路线，我都想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的。哎，我以前杀倭寇啊，从来没这么投入过。要是直江元的手下反应再快一点，一起开弓放箭，你还能像现在这样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吗？倭军经过一夜行军，到黎明时分早已是人困马乏，他们反应自然没我快。等他们想拿出弓箭射我的时候，我早已提着直江元的脑袋到百米之外了。直江元没有脑袋，难道我还没有吗？狡辩。报个数吧。一开始是五个，后来是11个，就算10个吧。有一个好像没死，到底是10个还是11个？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如果是10个的话，那直江元就是你杀的第249个倭寇；如果是11个的话，那直江元就是第250个了。那就让那个直江元做250吧。什么？随便挥了几箭？是。那他每一箭是怎么出的？属下真的没看清楚。这削砍劈刺以什么为主？全都有。那你告诉我，他离直江原处有多远？在百步以外。百步以外？嗯。怎么可能是百步以外？如果是这样，他至少要杀上百个人才能到直江原面前。他是怎么过去的？属下真的不知道。他的速度很快，手中的剑飞舞得像飞轮一样，士兵们根本无法近身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怎么会有如此高手？钟四兄，以你看来，你和阿狗谁更厉害？副子将军，
是这样，如果要论武功，我和仲子雄都可以轻易地杀掉直江远，就算再多几十个人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疯到一个人去拦截大军的地步。看来这个阿狗还是很有胆识的。父子将军说的对，这个阿狗从表面上看确实有些胆识，但是究竟是怎么样，那还得我们碰见他才能说明问题。恕我冒昧，段不休，直江源被杀，你心里是不是多少有一丝欣喜？要是我说没有，反倒有些假惺惺了。我跟他没什么交情，所以他死了，我也没什么可伤心的。直江源的死未必是件坏事，非但没有影响到军团的兵力，而且以直江源的领兵之术，大军在他手上还真不如在你手上。这可是上天给你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如今的三支军团有谁还能跟你争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在三支军团里，领将之位非你莫属了。酒已经准备好了。什么酒？还能是什么酒？庆贺之酒啊。庆贺？死了个直江源还值得庆贺？还真就值得庆贺。更要庆贺的是大人即将接下三支军团的领将之位。哪有那么快？三支将军。哎呀，你这领将大人，这跳早了啊！放眼军中，还有谁能跟乱步军争夺领将之位啊？就是，早在直江错死之后，大人就应该接手三支军团最精锐部队的指挥权了。可没想到，三支图田那个老糊涂，居然把领将之位交给了什么直江源。说什么呢？那好歹也是我义父啊！一会儿罚你三杯啊！是，属下该罚。你说三支图田那个老王八蛋要早把领将给我，这新话早打下来。哼，什么？直江源被杀了？他的部队呢？大军安然无恙。大军无恙？直江源是怎么被杀的？难道真的有人敢在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？将军，正是有人在万军中取了上将首级。谁？是阿狗。是。这个阿狗果真了得。部队现在怎么样？由副将领兵，继续往新化推进，今晚能到达集结地。刘默，你即刻启程前往新化，接管军团。是。
柳墨，你现在是军团的带领将，兴化之后，你就是军团的领将。兴化之战，你一定要给我打出个样子来，明白吗？属下明白。这阿狗啊，我是最了解的。我二叔在北边做生意，他见过这阿狗。当时啊，他可真是一个人，单枪匹马杀入敌阵，一刀砍去。那脑袋，那脑袋是噼里啪啦落得满地都是啊！厉害啊！厉害啊！乡亲们，想不想听一听阿狗横断山，只身破五万的故事啊？想啊！想啊！剑客用的是剑，剑客阿狗一剑直接了结了直江源，把那厮的脑袋挂在城门上，让多少人都看得见呐！好！是吧？阿狗，他们全是畜生，把他们全杀了，一个都别留。别走！跟上，跟上！快点！看什么？走！你找死啊！走吧。英雄，大侠。大侠，大侠，大侠，等等啊，等等，大侠，敢问大侠，您就是剑客阿狗吧？大侠，可算找到您了。大侠，我们想跟您一起走，您就收下我们吧。起来吧，回家做你们该做的事情。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。大侠，我们的家人都已经被倭寇给杀了，我们连家都没有了，我们没地方去了，就是死也要去杀倭寇。
沙窝口还轮不到你。大侠，大侠，大侠，等等，大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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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们跟着你吧，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大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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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好好的活着，阿狗，怎么办？走，赶紧走。 我还以为你把功夫撂下了，其实不然啊。你是谁？你遁世太久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我来找你，就是想试试你的如影随形腿到底有多厉害。你认错人了吧？认错人了。 我就是想领教一下你的腿法，赢了我，他就能不死。如果你要不玩真功夫， 你的女人可活不了了。这套腿法我喜欢，一招一式给我抄下来，明天一早送到我这儿来。 如果我收不到，那你可见不到你的女人了。记住，明天早晨之前，走。 杀我口的时候到了，大家伙一起杀我口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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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回去，有锅盖找锅盖，有箩筐找箩筐，镰刀、斧子、锄头，反正你们能找到的全都找过来，快去啊！狗哥，跟着我。听我说，你们拿着手里的东西，我让你们怎么站你们就怎么站，听我的安排列队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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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都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兵器都拿上啊，快点啊！
狗哥，弟兄们，仗只打了一半，准备一下，接着干活。好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办妥了，办妥了。什么办妥的？按您的吩咐，倭寇一来，我们就跑，货已经全都被他们拿走了。你高兴什么呀？那货值多少钱？你知不知道？丢了货还高兴呢？不是，按您说的做的吗？我傻？你跟我一样傻呀？你是不是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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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是，我傻是一时，你傻是一辈子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看这傻又傻。少爷，少爷，少什么爷？少爷，你是不是乐的？你高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傻？我问你啊！我傻是一时的，你们俩傻是一辈子的，知道吧？一辈子的。雕龙拿下了，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雕龙，雕龙被阿狗拿下了。拿下了，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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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他说什么？给我重复一遍。雕龙拿下了，笑笑笑！哎呀，我傻吗？我不傻，我精神像猴一样啊！来，我给你挠挠。给你挑的，狗哥，所有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好了，等倭寇回来，我和兄弟们就大开杀戒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啊。哎，阿狗，这个红绳发给弟兄们，让他们都系在手腕上。这是干什么呀？现在我们的人都穿上了倭寇的衣服，这条红绳就是区分敌我的唯一标记。明白了，那我先去了啊。哎，行啊，兵法看得不错呀。今天这仗你可真有军师的风采，要是以后咱们的队伍越来越大，你可就能大展身手了。我只怕到那个时候我就派不上用场了。为什么？我会的只是以寡敌众，以少击多，别的我什么都不会。难道你读的兵书上只写了这些吗？兵书上写的有很多，可是我感兴趣的就只有这些。只不过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也能打倭寇了。抓紧干活，杀敌六百，拿下了倭寇盘踞多年的碉楼，为百姓除去了一方祸害，您看行吗？好像有些不顺，重来一遍。保和斋抗倭团以不足百人之众，智取谋攻，引蛇出洞，杀敌六百，拿下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六百好像有些少，不如我们讲一万吧。好嘞，杀敌一万。等一下，一万好像有些多，一千吧。好，杀敌一千，拿下了倭寇盘踞多年的碉楼，为百姓除去了一方祸害。好，非常好，就照这个意思，找一个写得很好的人写一篇，把它交给茶楼说书的、酒楼唱戏的，还有在路边耍嘴皮的人，交代他们清楚，让他们把这件事情传出去，越传越大，我要所有人都知道这件大好事。明白，这就去办。好。哎哎，你过来，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你为什么不提醒我？
要在那篇文章上写上我是阿狗的大弟子。你为什么不提醒我？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快去啊！好好好，猪脑子！要写上我是谁？我是林依兰。一代名剑阿狗，善商者保和斋，义士之盟，侠士之约，共商善举，于是乎才有了保和斋抗倭团。聚义之时，便以部族百人之势智取谋攻，夺浪人盘踞之碉楼，杀倭寇一千余人，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领兵抗敌者，乃是剑侠阿狗的大弟子林一南。这林一南何许人也？正是保和斋之少主。今日的阿狗已与往昔不同了。往日他是一人一剑，游走四方，斩杀倭寇，而今日他已筑起旗阵，引得天下多少英雄拜入门下，破倭寇，夺碉楼，是大快人心。此战以后，阿狗的领兵之能尽显山水。话说这阿狗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各地百姓是欢呼雀跃，摩拳擦掌，纷纷前来投军呐。常言道，这人到一万无边无厌，人到十万是彻底连天，马上就要有一支可以和倭寇抗衡的大军了。哎呀，好厉害啊！这大军总得有个名号吧？对呀，当然有了，就叫叫什么呀？保和斋抗倭团。保和斋。这名字太绕口了，像是做生意的。就是啊，我看还不如叫阿狗军呢。阿狗军就叫阿狗军。咱们几个都是练过武的人，不像那些捕鱼种田之徒。阿狗把他们都收了，咱们去一定能留下。没错，这次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即使阿狗不要我们，我死都要跟着他。是，出门前阿娘说了，如果不见阿狗军就是不孝，无论如何我也得留下，就算是让我牵马守夜都得干。对，是，走走。